过来帮忙贴对联。嗯，魏斯呢？今天除夕，看我钓条大鱼回去做年夜饭。这是什么恐龙？妈妈，妈妈，我不是你妈妈啦！嗯，怎么办？也不知道是谁的宝宝。妈，只能先带你回去啦。妈妈，妈妈，哇哦！第二，查下这是什么生物。啊，是未知的生物啊。嗯，这样，第二，录下它的视频信息，你们出去时留意一下有没有相似的生物，现在它就先留下来吧。好耶，我又有新玩伴了，嘿嘿嘿。妈，我们还是先给它起个名字吧。妈，要不我们就叫它墨儿吧。好了，大家开始准备年夜饭吧。那墨儿就先麻烦韦斯你照顾了。太好了，今天让我来当墨儿的爸爸吧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我去拿些玩具来给你玩，乖乖在这等我哦。按下这里，电子烟花就会燃烧爆炸，比真的烟花还绚丽，而且又安全又环保。哇，好想看！妈，哎呦！妈，妈，妈！哎呦！啊！我们的年夜饭白准备了。韦斯，不是叫你看好墨儿的吗？我这下麻烦了，又得重新准备食材。可是都快晚上了，上哪去准备食材啊？难道我们的年夜饭要泡汤了吗？咦，墨儿呢？说不见就不见了，发生危险怎么办啊？别怕，墨儿可能调皮出来玩了。那至少和我们说一声，万一出事了呢？看山上！啊！
我们可以准备年夜饭了。这里风大，我们还是先离开再说吧。嗯。资料显示，这是木儿父母。妈，木儿，那是你的家人，去吧。你今天这个爸爸做得不错哦。妈，木儿，韦斯，看来木儿也舍不得你呢。这样，要不我们邀请木儿一家回去，一起吃年夜饭怎么样？新的一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帮帮忙，祝小朋友们